很荣幸要采访我们的新任会长，发哥啊，这个别紧张了。行，我请问这个今年是咱们华人高尔夫俱乐部的这个最后一场比赛，年终赛。今天呢，你拿了冠军，给大家谈一下你的感想好吗？今天这个拿冠军，运气成分比较多，因为天气比较冷。按我的意思呢，我觉得今天应该那个冠军要奖励这个年纪最大的，是吧？这种精神可嘉，所以西部大哥成亮了，大哥会成亮了，各位成亮了。OK， 这个有你这个这么这个打球技术很好的这个会长带领下，我们这个俱乐部一定能做得越来越好。那么这个通过民主选举呢，也是众望所归。我们希望想听一下你对咱们这个俱乐部有什么这个规划计划，可以分享一下吗？这个说这个规划这个计划，我觉得首先是压力比较大啊，因为怎么样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，是吧？怎么样帮我们的这个华高啊，这个包括我们球队，发展得更好。所以我也在自从给你们推上马之后，是吧，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呢，我一个人在想，这也是一个方面，最主要还是多听听各位理事的这个意见啊和建议，包括一些以后这些新生力量多给我们提建议啊，怎么样有要的给我们出主意出谋划策，这个很关键。具体的这个长远各方面的规划这些，我觉得等一下我们一起商量一下，是吧？探讨一下，只能这样，是吧？OK， 这个我们呢，这个今年刚刚参加了第一届的华人联赛，那明年呢，我们是主办方。我想听一下这个会长对我们明年会有什么预估，或者说是怎么样我们能一个更加亮眼的这种姿态能去参与这项比赛。这个今年呢就比较遗憾，今年那个我们成绩打得不好，我觉得我觉得我也有责任啊，我没有参加。西部大哥是这种高手，也没有参加，这个是，我觉得今年的水平不能充分体现我们华哥的水平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就从今天这个年终总决赛，我已经看到了我们明年的希望。你像如此的天寒地冻，对不对啊？都坚持打完，我在过程中你们真的，一打折就把你们摔。真是天寒地冻，但是看得出我们这个华高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啊，这种团结的这种，我看出来这种情况，啊，真的是有希望，而且是从大家这种啊紧密接触啊，我就只要下一步这方面加强啊，多点一起参加活动，特别是现在我们麦克有一个俱乐部，是吧？我建议就是我们理事的定期的啊，我已经搞了一包茶叶了，就是意思啊抛砖引玉啊，我们好好的经常在那里聚聚探讨一下，这个练球不一定要去什么高尔夫站那里，是吧？就对着那个打准确度，我们然后边打边交流，我觉得球技有提高，而且那个教练比较多，我那天看到了除了全教练之外，那天那个何人教练，那他动作就是机械化的，都是他在看这张下来，就是那种人家教练水平很高的，我们在里边打边探讨，我觉得就可以整体的提高。所以这方面我们只要加强那个，加强在那里经常聚聚啊，多交流是吧？我相信华高的高手马上就全部引诱出来了。你像那个杰姆斯林，他的距离，你的距离是不怕任何的那个老游击的高手的，但是因为你可能太忙了，平时练得少，所以经常我们这里切磋一下，把它稳定化的。我觉得明年这个，说。我刚节目是零分，谦虚的说什么前第一名，前第一名不是我们的目标，我认为啊，肯定要进前三名，这个是估计问题不大的。好，多谢多谢多谢。